以后你和你闺蜜去选养老院，楼下有点吵吧？是啊，这才下午一点，平时还没睡醒呢，换一家吧。姐姐，这就是我们养老院的特色呀，咱们楼下就是体育院。涵涵，你快来看看。看啥呀？左边是篮球场，右边是足球场，遍地的体育生。你站在咱们阳台上，尽收眼底。要不就定格吧？别表现得太喜欢，还讲价呢。那晚上体育院要是熄灯了，岂不是又太安静了？可不是啊，我们得后半夜3点才能睡着呢。都知道你们5岁的小女孩爱熬夜，我们都考虑到了。我们养老院出门左走50米有32家酒吧，你想玩到多晚就玩多晚。静止了，静止了。淡定。你们这服务怎么样啊？管家、厨师、司机24小时随时待命，养老院的标配嘛，也没什么特别的。我们这上岗严格啊，女生不录用，25岁以上的不录用，长得不帅的不录用，没有8块腹肌的不录用，6块都不行。交钱吧，10年没问题。哎，等一下。帮我们挑一个看体育生视野最好的房间。